你看，一定要两层啊。那种这个榕树，你看用盆子种榕树，要两层。你看，它长高了以后呢，要围，把它围成像一个花盆一样，然后加土。你看，用那个冷气排送，那个厨房不是有排油烟管吗？铝的啦，铝的那个排油烟管剪开以后也是像这么长，这么宽，这么长。然后把它围成一圈，围成一圈，然后用柳树枝也可以把它垫，然后再加土。如果原始一开始就两个花盆，或者是后来再加一个花盆，两个花盆一粒养滋味道，上面浇水，然后流到下面的花盆除虫子，那边的植过去以后，第一粒养滋味道，上面的土壤下面的第一粒养滋味道，阳为天，地阴为地，这种那样的栽培农作物，栽培植物就容易成功。这里头榕树呢，哦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拍水。